学，我们接着看第九小段，佛度生，生受化，期间难易深浅，总在于缘，缘之所在，恩德宏深，种种教起，能令欢喜心入，能令触动虚中，能令魔障难遮，能令体性开发。诸佛本从化身垂迹，故皆缘种，该事出世，习不可思议。若是出世啊，这一段的意思说得深啊，这是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所说的话。特别是发心从事弘法护法工作的人啊，不能不懂这个道理啊，如果不懂这个道理，我们在自行化他的路上啊，总不免退心。啊，这个是必然的现象。佛度众生，这个度就是教化了啊，教导众生了。那么众生接受佛的教化啊，化意思很深。我们常讲接受教诲，接受教诲只说到一边，不圆满啊，教了怎么样，教了你学了没有呢？你们不肯学，这个教诲没有成就啊，没有成绩。化呢就有成绩了啊，化是变化气质啊，真有成就啊，成绩啊。古人说读书志在变化气质啊，它有个转变，转变就是变化了，转恶为善，真的转了，转迷为悟，转凡为圣，这个都是教学具体成绩显示出来了。能够转凡成圣呢，啊，化凡成圣呢，这是最好的成绩，啊，圆满的成绩。能够转迷为悟呢，这是第二等的成绩，啊，能够教众生呢转恶为善呢，这是第三等成绩，啊，像中国人打分数用甲乙丙，啊，转凡成圣是甲等。转迷为悟啊，是一等；转恶为善呢，是丙等。啊，这个话里头有这个意思在啊。啊，众生接受佛的教化，啊，那决定是变化了，最低程度也是转恶为善了。啊，真的起了变化了。这个期间难易前生，总在于缘啊，缘不但佛法讲缘，世间法也讲缘啊，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意思，学生跟老师要有缘啊，
严从哪里看呢？学生尊重这个老师，喜爱这个老师，老师呢也喜欢这个学生，这个师生呢缘就深了。缘深怎么样呢？学生听话，老师好教，因为学生对老师尊重，真正尊重，尊重的样子是什么呢？依教奉行。老师教了，如果我做不到，自己感觉到对不起老师，这个就是语言的力量啊，在推动啊。老师也是这样的，这个学生真正肯学，老师要没有好好的教他的时候，老师觉得我对不起这个学生。早年我在台中求学，李老师常常跟我说，这说的都是古人的话，学生对老师有十分沉浸，跟这个老师学，老师如果只教九分，还少一分呢，就对不起学生。如果这个学生对老师只有五分的尊敬，老师不会教他六分。为什么呢？教他六分呢，多了一分呢，他不能吸收，他不能接受啊，那你叫白费力气。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说得好啊，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啊。所以老师教学这里头必定有十分沉浸的学生，老师讲的东西真是活盘托出啊，一点保留都没有啊。那么沉浸心不足的，你有几分沉浸你得几分，你没有沉浸心的时候你一分都得不到啊，那个没有关系，为什么？你是属于旁听啊，你总算也算是有缘，不错，因为平常你自己向老师请教，老师不会教你的啊。今天讲堂里头有真正十分沉浸的学生啊，老师讲的东西精彩啊，你可以在旁边旁听啊，你能听多少，老师不负责任的啊。所以佛说法了，我们常常在经典里面看到，但是我们看不懂，祖师注解就注出来了，当机者啊，那个当机者呢就是十分沉浸啊，那佛这个法是对他说的，别的人是旁听的啊。像世尊讲华严，华严当机者是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，化身菩萨啊，那么全教菩萨声闻缘觉在旁听的啊，佛不是对他讲的，但是遇到这个缘呢，也算是不错，阿赖耶识里头种一点，种个种子。所以总在于缘，缘之所在呀，恩德宏深呐。
啊，我这一生当中遇到三位老师，真的是恩德宏盛。啊，我们做学生的人，尊重敬爱老师。啊，老师对我们这个学生照顾无微不至啊。我们感激老师教诲之恩呐、啊！啊，用什么来感激呢？依教奉行。啊，那么就是一般人讲的，把自己修学的功德、弘法利生的功德、护法的功德，回向给老师，啊，这报老师之恩呐、啊！啊，当年你教我没有白教啊！啊，我们续佛会命啊！啊，等于借力赛跑一样，老师把这个棒子交给我，我一定要完成。啊，我在找借力的人啊。借力的人在哪里呢？对佛、对法、对老师，还是要有沉浸啊，没有沉浸，这个棒子你拿不到啊。啊，事出世间法就是一个沉，就是一个静啊，不沉无物啊，什么都谈不上了啊。所以有沉静，这有恩德啊，种种教习教师教诲，其实启发能令欢喜幸福啊，学生真有真诚恭敬尊师重道啊，他听老师教诲呀、啊、欢喜，他相信，他不怀疑，他能契入啊。这个入里头就是讲的解悟证悟啊，能解能行能证就入了。啊，学生好教啊！啊，那么在一般讲呢，这学生有悟性啊，你一说他就懂，他就明了啊。更差一点的人难呐、啊，你跟他讲他不懂啊，他还是。随顺烦恼习气，回不了头来呀、啊。这种人多，啊，真正听了就相信，就理解，就能依教奉行。实在讲啊，千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。这实实在在啊，这个是我们平常在这个讲习里头常说啊，我没有说这些话了，我常常讲说好学啊，最重要是好啊，爱好啊。人只要好学，
你一定能够遇到真善知识。为什么呢？感应。好学是能感啊，啊，能感动诸佛菩萨了，能感动善知识啊。啊，好，决定能依教奉行，啊，你肯学，啊，能信能解，做不到，这个不是好学。啊，你这个叫好字不够。不够分数啊！啊，没有达到标准的、啊，真正好啊，一定是一教奉行，一定能做到。啊，语言重要了。啊，同样一个道理，十方世界诸佛很多。为什么我们偏偏念阿弥陀佛？为什么不念别的佛？阿弥陀佛跟我有缘，我欢喜他，他也喜欢我，有缘嘛？是佛不度无缘之人呐！啊，怎么知道有缘呢？这个净土经典一接触就欢喜。这就是有缘，这一听呢就能懂啊，懂了之后啊，哎，真正肯照做，依教奉行，从这个地方就看出缘出来了啊。换另外一部经啊，也能相信，也很欢喜。有时候呢，许多地方不懂啊，啊，去请教人，听人讲，好像人家也没讲清楚，啊，没有办法一教奉行，或者呢，懂了啊，这个行不容易，太难了，这个法门容易呀、啊。直接稳当啊，快速啊，而且成功圆满啊，这有缘啊。菩萨里头菩萨也很多啊，哎，偏偏念观世音菩萨啊，什么原因呢？观音菩萨跟娑婆世界人有缘啊，所以在中国你看看谚语里面常讲啊，啊，家家观世音，户户弥陀佛。啊，弥陀观音好像跟中国人特别有缘分，而且缘分很深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十方诸佛也都知道，大概是弥陀观音不但跟我们这个地方有缘，跟十方世界众生。都有很深很深的缘分啊，所以诸佛如来宣扬啊，诸佛如来劝我们发心跟弥陀跟观音学习啊。缘深呢，确实这底下讲的这几句效果非常明显，能令除动虚种啊，这个虚种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种子啊，善知识老师教诲你，会把你过去生中阿赖耶识里头善根种子出动啊。换一句话说呢，你的学习啊跟过去生的学习啊哎接上了。这个缘好啊。啊，跟过去生中学的接上了啊。啊，本来是中断了，怎么断的呢？各因之明。
我们是业报身，来投胎的时候把前世的这个善根种子啊忘掉了。啊，虽有它不起现行，不起作用。啊，善知识不断的在开导，哎，忽然悟了。悟是有原因的，过去生中曾经学过。啊，这个是老师的增上缘呢。啊，能令魔障难遮。啊，这是真的。你在菩提道上，你想修行，你想度化众生，啊，都有魔障来阻扰你。啊，如果你有善知识教导你呢，这个魔障啊就化解了。啊，怎么化解呢？因为你有智慧了，你记住啊善知识的教诲，你不怀疑，你不迷惑，啊，魔障有顺境有逆境，你要有智慧有慧眼，你能够看得出来。啊，顺境是什么呢？样样都很如意，让你起贪爱，要知道贪爱是烦恼啊，是三毒之一啊。你在这个境界里起了贪爱了，不少事情啊，魔障现前了。啊，那你有智慧，他就不会障碍你了，啊，你会应付得非常好，知恩报恩，啊，感恩戴德，这个里头不生烦恼啊，烦恼是贪爱啊，啊，不生贪心啊，不愚痴啊。如果这个魔障是逆境，啊，逆境怎么样呢？叫你生嗔恚。啊，生嫉妒，啊，不善的念头啊生起来了。啊，你要能认识清楚，你要有智慧呀，把逆境转变成顺境。不但它不能障碍你呀，有时候还把你提升了。啊，所以古大德跟我们讲了一句真话了，菩提道上啊，无佛亦无魔，这个话是真话。佛跟魔从哪里来呢？一念觉，情与无情都是佛境界；一念迷，情与无情通通是魔境界。啊，跟你说实在话，确确实实没有佛也没有魔，魔跟佛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。啊，这不是佛在经上常讲的吗？一切法从心想生呐。啊，我心想觉而不迷啊，这一切法都是佛法。啊，我这个心想啊迷惑颠倒啊，迷而不觉啊，这一切法都是魔障。
所以佛魔是自己念头上变现出来的境界，啊，那么在最近这一段时期，啊，大家都看到江本胜博士这个水戒经的化验，啊，从这个比喻上，你应该能懂啊。我们以善心，啊，一念善，啊，爱心。感谢的心，你看水戒经呢，显示那么样的美。啊，如果我们以恶念，很不好的这个心态对这个水，这个水那个洁净就非常难看。啊，水呢，它也没有好，也没有丑。好丑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念头。它随着我们的念头来变呐，啊，所以藕益大师说得好啊，净念无好丑，啊，净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，也就是说，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里头没有佛也没有魔，啊，佛是代表好啊，魔是代表丑啊，没有好丑啊。好丑在于心，我们自己的心呐，念头啊，就跟那水呀，水没有好丑啊。哎，我们以善念对它，哎呦，它就变得好很美；我们以恶心对它，它变得很丑陋。啊，水的本身确实没有好丑。啊，那么你懂得这个道理，祖师给我们讲了，物质环境、人事环境里面是平等的，啊，真的是清净平等。这是唯心所现的。我们看到好丑是什么？是自己的识变现出来的，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。啊，外面境界随着我们心念变现出来的。中峰禅师在细念法师里面给我们讲啊，净土即此方啊，此方即净土啊。西方是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无二无别，没有两样啊。啊，为什么这个现是事实上有这么大的差距呢？人心不一样，极乐世界的人心善，山河大地有情无情都变得非常善。那我们这个地球上啊，人心不善呐，自私自利，贪嗔痴慢，所以这个是。有情无情，山河大地就变成了无著无失。啊，如果离开了居住在这个地区人的心念，极乐跟娑婆是平等的，一点差别都没有。啊，那个不同的差别呢，就是居民心行不相同。我们想把这个地球变成极乐世界，在理论上讲不难啊，只要居住在地球上的居民都能够断恶修善，都能够破迷开悟，这个情与无情，山河大地通通变成极乐世界了啊，无量众宝庄严。理如是，事也如是啊。啊，所以，
这个真善知识帮助你真的能令魔障难遮。啊，我的老师，三个老师都往生了。啊，李老师是最后走的，距离现在也12年了。这12年当中，我们也经历不少的魔障啊，但是都能够很顺利的通过。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老师早年的教诲，我们记住了。啊，遇到障难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怎样把它化解。啊，怎样不受阻扰？怎样提升自己的境界？啊，提升自行弘法的继续，不叫他中断了。啊，都是老师教的。啊，如果老师要没有教导我们，我们确实没有能力应付魔障。为什么呢？决定会跟他对立，决定会生嗔恚。那就错了，啊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那就跟人结怨了。啊，现在我们懂得这个方法，啊，遇到冤对，我们都能够从内心里面把这个结化开，彼此双方都得利呀。不积怨恨，能令体性开发。这一句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能帮助你开悟啊。体性开法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啊。啊，开是开悟，法是法明。在经宗里面就是理业心不乱。体性开发是理业心不乱，啊，理业心不乱，跟宗门里面的明心见性，教下的大开圆解，是一个境界，啊，只是这三种不同的法门，不同修行的方法，说的名词术语不一样，其实一个境界。啊，所以理一心不乱呢，就是明心见性，就是大开圆解。这个地方讲的体心开发了，啊，宇宙万有的本体呀，在佛法里面讲的佛心法性呐，啊，有情分上叫他做佛性，无情分上呢，叫它做法性。啊，佛性跟法性合起来呢，就叫做体性。你明白了，你开发了。
这个事情很难懂，也很难讲清楚啊。那么我们在讲习里头也常常提醒啊，果然你明白了，对你的修学有很大的帮助啊。这个最大的帮助呢，就是前面一句讲的能令魔障难解啊，你真的懂得这个道理。菩提道上一帆风顺，精进不懈，没障碍了啊。佛心，什么叫佛心？六根的本能就是佛心啊。眼能见，耳能听，鼻能嗅，舌能尝，身能触，意能知。那本能呢？本能是佛性啊。啊，什么是法性呢？我们六根接触外面的对象啊，就是法性。啊，我们用见性见外面的这个色相啊，这个外面的色相是法性。祖师大德常讲的第一念啊，第一念呢是正念啊。第一念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，所以那你就是佛啊，如如佛啊。但是问题在哪？第二念呢就麻烦了，你就堕落了，你不能保持第一念啊。因为第一念里面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还没起来。第二念呢，你起心动念，这一起心动念呢就落到意识里头去了，就把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变成了意识啊，变成八识了啊，这就错了啊，这就堕落到凡夫了啊。这一堕落自然就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啊，妄想是阿赖耶，分别是第六意识，执着是莫那。要知道自性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啊，自性真心，真心里头没有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染污这些东西叫做不觉啊。你有了这些东西了，你就不觉了，佛法称你为凡夫。你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佛法称你为圣人啊，称你为佛菩萨。佛菩萨跟凡夫差别就在此地，佛菩萨永远保持第一念，绝对不会落在第二念，所以叫一心不乱啊。我们有一心，但是这个一心是非常快速，立刻就堕落到二三四，马上就堕落下来了啊。那一堕落之后呢，我们眼见呢就眼识，见色尘啊，不叫色性了。耳识闻声尘，那这凡夫境界了。这样的心行，那就是搞六道轮回了，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
这个道理要懂啊，事实真相要明了啊，啊，真正懂得，真正明了了，六道九法界有没有障碍？没有障碍。为什么呢？它是虚幻的，不是真的。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啊，六道十法界是梦幻泡影。啊，在这个里面，只要你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你还是住你的一真法界。啊，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，我们凡夫住六道。住五浊卧室，他们呢？他们住一真法界，一丝毫没有沾染。啊，跟我们在一起和光同尘，啊，一样在一起吃喝玩乐，啊，一样在一块聊天，两个不同境界，一个觉，一个迷。啊，这的人他住一真法界，迷的人他住他自己变现的无着境界，不一样啊，不一样在这个地方啊。清净善友，佛是第一善友啊。我们要清净阿弥陀佛啊。阿弥陀佛在哪里呢？阿弥陀经、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，那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如果我们看不懂、不认识，啊，那必须要有介绍人。啊，介绍人是谁呢？这祖师大德注解的是介绍人。啊，你看《弥陀经》，我们找到三个最好的介绍人。啊，莲池大师、藕益大师、优希大师，啊，这三个人介绍的好啊。啊，莲池大师苏超，藕益大师要解。优希大师云中朝，啊，我们现在正在学习《华严经》，啊，《华严经》有两位介绍人：清凉大师、李通玄长者。啊，我们依据这两位注解来学习。啊，所以没有这些真正有修有学啊，其如境界的人来引导我们。这个经典里面意思真的很深，我们很难体会啊，很不容易切入啊，这些注解对我们太重要了。早年方东梅先生把清凉的苏超、李长者的后论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国宝，无比的尊重啊！啊，所以他能切入啊！他没有出家人或者是在家大德居士给他讲解。没有接触过佛门的大德，
他完全自己在家里读经啊，他怎么能读懂呢？没有别的，沉浸啊，他所用的方法，那就是以后李老师教给我的至诚感通啊。方先生确实是至诚感通啊，没有人给他讲啊，他也没有人跟他商量，跟他在一块学习，没有，自己一个人啊。那我们看他的成就，看他在学校里的教学啊，在那个时候没有录像，有录音啊，学生从录音带把他老人家所讲的整理成文字啊，现在都有流通了啊，不可思议啊。下面说，故佛本从法身垂集，这一句话很重要啊。法身是离体，前面讲的体性啊，体性是法身啊。啊，故佛如来从哪里来的？众生有感。法身有应啊，法身怎么应法呢？法身现象应，法身本来没有相，它能现象啊。这个现象呢，就是诸佛的应化身啊。像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印度，应化身啊，众生有感呢，法身就应了。法身是一，哪个地方有感，哪个地方就有应。应化身无量无边呐，千百亿化身，千百亿还是有数字，实际上没有数字的，啊，千百亿只是形容，只是表法，啊，无量无边。哪个地方众生有感，立刻就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讲，诸佛本从法身垂集，这里包括菩萨，菩萨也如是啊。不但包括菩萨，包括声闻，包括缘觉，包括世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，普门品里头大家不是念过吗？应以什么身得度啊，他就现什么身，不可思议啊。我们看普门品里面32应，那是举例子说啊，把他的应身区分为32大类，每一类里面无量无边啊，啊，通通是法身垂集，故皆圆种啊，故是坚固啊。为什么呢？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一心一智慧，列无为也然呢，这是佛在经论里头常说的啊。所以我们跟一切诸佛如来都有缘，跟一切菩萨也都有缘，跟一切众生都有同样的缘呐。啊，这个缘就现在讲关系啊，现在不讲缘，讲关系啊。
我们跟佛的关系，跟菩萨的关系，跟声闻缘觉的关系，跟一切众生的关系非常密切。那这怎么能说没有关系呢？啊，若是若出世，啊，出世这个世间，就九法界众生，出世四圣，是不可思议，真的是不可思议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没有一个众生跟我们有缘的，不但有情众生跟我有缘，无情众生都不例外。啊，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，啊，有情无情都不例外啊。但是，那为什么又说这个人有跟我有缘，那个人跟我没有缘呢？啊，通通都有缘。缘里面呢，还有亲疏。啊，譬如我们这一家人，啊，一家人呢，父子最亲呢、啊，我们常讲一等亲啊。那这语言最密集的了，啊，第二个呢，兄弟，啊，兄弟姐妹，同胞，兄弟姐妹，二等亲，啊，到第三代呢，跟你的孙子，啊，跟你的侄孙呢，三等亲，这他有亲疏不同啊。通通有关系啊，亲疏不一样啊。世法可以比佛法了啊，佛法亦复如是啊，我们跟一切诸佛如来都有缘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但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，跟某一个佛常常往来，常常亲近，那跟他的缘呢，跟另外那个佛的缘呢就不一样了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朋友之间，我们跟哪些人常常往来，哎，这个里头的情跟一般人的情又不一样了啊。然后你才真正懂得佛门里面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，你才懂得这个意思啊。实际上讲，哪个人没有缘？通通有缘啊。那个佛不度无缘之人是这个缘比较浅，比较薄啊，缘深缘厚，见面生欢喜心啊，我们讲的很投缘啊，那就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常常在一起，或者是常常是一家人啊，常常是好朋友，常常是同参道友啊，这个缘就很深啊，很容易融合，彼此能够建立互信啊，互相尊重啊，互相信赖，互相依靠，这个缘深啊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啊，并不是真的没有缘啊。山河大地植物矿物啊，通通有缘啊。你什么有缘的话，这个水为什么你以爱心对它，它就会结晶很美的，像这个花朵一样啊，为什么它会有这个结晶？
这个地方你要晓得啊，又远啊，你这个不好的念头对他，那他的就显得很丑陋。这都是缘呢，要没有缘的话，怎么能讲得通呢？啊，这个缘是什么？体性，一个体性。啊，在这无情众生，谁是无情，称作法性。啊，那我们是有情，称为佛性。佛性跟法性，总而言之，合起来就是体性。啊，所以事出事法了。都不可思议啊！今天时间到了。